开始了，好，开始了，来，这么随意吗？三二一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他是罗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他是戴德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凡。呵，好，主持人，我是今天的司仪。哎，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司仪吧，来，请问，来，请发问。今天有什么那个特别的惊喜会给到大家呢？今天预告一下，所有的惊喜都摆在这儿了。就是刺猬，我们这个惊喜，他们就是我的惊喜。虽然我们这个惊喜惊喜的很敷衍吧，但是我们会努力的去把这个场子给砸了，让它更好。捧场来了，我们就是。他们来砸场这件事情，我们还知道吗？罗岩来砸。我是让这个红地生辉来的。哎，可以。好，下一个问题。下一个问题。我们看哪儿啊？这里。问你问题。没事，自由。自由，非常自由。你们结束之后准备怎么庆祝一下吗？结束之后的话，海哥可能会请吃饭。对，但是某东不会来。因为某东呢，就是还有第二行程，还有第二场。对对对，今天请大家吃个饭，好久没聚。我昨天特意问了，也没有好久没聚，就是他没聚。关键这波怎么出来了？是因为他忙。啊，是忙啊！训练。对对对，训练。好好点。我那个 ，bass。bass。所以小海是就是邀请说给你们一顿饭，然后邀请他们来的吗？有没有？可贵了，每个人都没有。他刚是让我来的时候，我就很爽快的答应，我说来，一定来。对，其实海哥的邀请也不在乎说给你多少，因为主要是感情好，是就算你不给我也会来。对，明天其实我来，真的来。其实大家就是互相串的，大家关心都好。我们才参加完那个干饭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啊？哎，上次我没有叫罗岩，我忘了。哎呀，我忘了他在北京。没事，你还有吗？还有，未来还有，未来。等我下次再参加完节目出来，我先叫。罗岩，记得叫我们呀。那我什么呀？呀，下一个吧。你们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冲浪，发现一些特别洗脑的歌呀？就是那个。哎，那个为你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哦，你唱吗？没，你哼吧。你哼。就那个什么，我爱你，你爱我那个。是你们知道吗？我爱你，你爱我，真正的你。那大家就一起唱一下。无聊心。哎，你们是蜜雪冰城的吗？不是，把那四个字轮着掉也行。无聊心走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啦啦啦啦啦，你爱我。反正是要发新歌了吧？哎，对，我准备要发新歌了。什么时候发？什么时候发呢？大概预计在今年。朋友，今年的年底。对，发个预告。怎么我们做完了？咱们 MV 拍上了吗？有邀请。MV 要拍的话，一定叫大家。三四。但是还要付钱吗？还要付钱吗？啊，你们呢？那我也开始吧。少东也在做歌。少东也在做歌。哦。大哥，我听着 demo。真的吗？对，前两天不懂，因为你不在啊，你老不在，就老不在。对呀，对不起大家。那你呢？我也要发新歌。然后大家都说闯人的那个聚会必须之地就是迪士尼嘛，那你们之后除了迪士尼，还有没有说一起要约着去哪玩这种？不是北京的嘛，那要开了嘛，那个环球影城。哦，海哥已经说要请我了。我们欢乐谷也去了。海哥说到时候请我们。海哥付出了好多。不是，所有的都是要我请嘛。对，大哥，哥嘛，对啊，不然就剩哥我叫海哥嘛，不用白叫。下来没看你叫过我海哥呀？我都叫你海宝宝。行，吴海老师，我想问一个，就是，首张 EP 宣传的微博也收到了圈内好友的，就是有没有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张？最为深刻，哎，你看你这样问这都死。没事。最深刻是那个孟美岐学姐也帮我来。所以我特别感谢，因为闯人的兄弟们嘛，我觉得就是大家我们平时都常联系，但其实没有想到学姐也会来帮我发。嗯，那我今天现场也来了好多创造营的小伙伴，我想对他们说的话，现场，我爱你们，一个一个说，一个。少东，黑暗舞者，又来了，这个梗我不管，就是
一起说吧。那我真的很感谢大家，因为那天我有给大家发说我发新歌了，因为是我的第一出来的第一支 MV， 也是第一支歌，所以我自己挺重视的。我也希望说能让所有的创的朋友们能够看到，然后大家也都每个都帮我转发，我真的挺感动。然后下来好像有同事的说有15个人有帮我转帮我去评论，对，是另外35个人。为什么？他们为什么？他们是什么意思？这就可能忙吧。哦，还有国外的学员。我在国外还有2个学员。那还有原计划还要求哪些小伙伴？本来要来的吗？对。其实问了像新瑶、小鱼，然后宇恒，然后特特，然后超超都问了，但他们今天是有工作，然后有的在外地就赶过来。那恒星四海有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合体一下？恒星四海，你说宇恒、特特和超超和我吗？我们四个太难了。我们四个最近主要是大家都好像不在北京，然后宇恒在外面拍戏，然后我才回北京，然后超超在忙他的巡回的，应该是演唱会嘛，就巡回的演唱会，然后特特也在外地。所以我也在等一个机会，说什么时候我们四个能聚齐。那刚刚也提到了，就是张新特，就是你们有看到张新特对吴海那个给给给给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让他闭嘴了，我在下面评论他，我说我皮头都裂肿了。那你说你们今天来武汉的生日会，张新可不会吃醋吧？哎呀，是吗？这什么关系啊？感觉到没有勇气了。哎，你看他昨天他跟那个张信尧，对。我给他评论，我说你瘦了一点。他不行，他瘦不住了，他再多发一条，我就要把他删了。取关系。但是大家有那个评论说武汉看起来很。就是虽然不能接受，但是其实是非常享受他对你的那个绿茶式撒娇。对此你要怎么回应啊？有吗？就是他说什么啊，哥哥什么，你的粉丝会不会这种的？我其实就觉得张特就小朋友嘛，挺可爱的，就等他玩。我反正就跟他在一起的状态就是听他闹，就挺享受，就像你一样啊。发微博作为贴粉，你为什么就会秒去评论？我刚刚好，他刚好发微博，我刚好点开微博，就那么一瞬间刚好。他没有提前跟你说他要发微博吗？他不会提前跟我说他要发微博，所以就是默契就是对，巧了，刚好巧了，点开就是他。关键是他那几张照片照的有点像我，照的像你？对，就那几张照片他发的时候，我说哎。怎么跟我长那么像？就据说两个人待在一起久了，会长得越来越像。是吗？但他不在，下句话别说了。那怎么说？下句话说，下句话不能说了。不是这个真的。那现在有跟刘颖他们去合租了吗？合租的计划，有个人就在我旁边。对，可以办了。你们合作了吗？对，我们今天宣布了是吗？啊，宣布了。干嘛？今天宣布了呀？没有，只是一直没说，但我真的是说一下。对，确实是跟何一凡和那个小鱼，我们现在租了一个房。真租了，一起住了，一起住有什么新的感受吗？现在感受的话，就是可能说新搬一个房子，管你什么事儿，钱都给交了，什么关系？然后东西想进来，但是没有地方敢腾空啊。没事，你不给我留过。我们给张新特留了一个衣柜，对，给张新特留了一个。那衣柜挺大的。其实合租我下来到现在为止，他从柜里出来了吗？最大的感受是，其实我们现在三个人都没有剧情。有房子对吧？空着的，空着的。你老去什么呀？老去干啥？邀请你吗？天天训练。他们没人啊，我还没去呢。排队。准备过两天开个 party。就你们是有计划开一个那种馆？对。计划都是新的进行的。现在是有计划。没有罗岩，因为罗岩要训练，我不耽误孩子训练。哎呦，这个是具体的理由。你每天训练多久？9点半。很辛苦的。反正挺辛苦的。公司的福利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兑现一下？就比如说搬家的 vlog、合租的 vlog， 还有一些舞蹈的视频，有没有机会？慢慢来吧。不是太多了，我就爱答应，然后现在呢堆着了，堆着了。那个 vlog 已经剪了一半了，就是我们在等那个聚会的时候再拍一个，就可以搬家没有合租的。对。粉丝说你最近的抖音画风开始走文艺路线了，逐渐看不清脸了，我这次有什么想回应的？
我就看心情看状态，就走两天文艺呢就搞两天怪，哎，毕竟何一凡现在也开始搞怪了。哦，我一直都是这个人，其实我们是那个搞笑艺人。嗯，我一直都是。少东现在就是很会藏嘛，自从灯开了以后，整个人都自信起来了。这个怎么亮的？下一个，下一个。